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杰。在西安有一种很传统的风味小吃，叫做粉蒸肉。有些人吃过，有些人对这种食物还是比较的陌生。今天我们去看看这个粉蒸肉，它这个具体的加工制作方法。这个油能分泌的肉。到了，我帮你。大概五分吧。汤汤，主要是汤汤气。这个是什么作用？压害怕气的。刚好像那个蒜臼子一样。炸臼子，那是炸我炸的，炸的是吧？这是炸调料的，那时候就是闹事里头还炸调料的。这个粉蒸肉它是小份，是15块钱，特别多的肉，你看，吃这个要配大蒜。